大家好，我是 IT， 咁而家咧就12:00，我即系那夜凌晨，我坐在华盛顿开往 Boston 嘅航班途中啦。咁其实睇到出边嘅天气咧，都系极之唔稳定噶啦 ，keep 住都有闪电嘅情况发生。但系飞机咧就有呢样好，隔音做得好，永远都系听唔到雷暴嘅声音嘅。咁华盛顿咧。同 Boston 的距離就大概600多km 左右啦。原定的飛行時間咧，佢話係2小時嘅。咁而家改改下就得翻1:03啦。不過過程唔重要啦，最緊要安全到達 Boston 嘅啫。原先我哋可能要聽日9:00先有機去噶。喂，班空姐又叫我綁安全帶啦。Boston 見啦，拜拜。